边。好好，看小市场吃。所以你要卖车的时候，有时候留一些些小小的瑕疵，你不要以为要清得干干净净、美容的毫无瑕疵，让人家看车，人家看你没瑕疵，反而心里还觉得很奇怪，怎么可能一台车没有瑕疵？有没有？没有那个安全座椅的印子，想办法把印两个椅子，把它拿重物压出两个印子，上面有那安全座椅，也不用那么麻烦，你直接干一个安全座椅在后面就好了。啊，你像我如果没小孩，我如果要开车出去假装自售，我就故意拿一个安全座椅弄到后面，要不然我卖个车你还要身家调查。他问你小孩几岁那些怎么办？你管我小孩几岁？我卖个车你管我小孩幾歲？哦，没有啦，我们要好好相处。哦，没有啦，我小孩是那个三四岁这样子。啊，真的。对对对，刚刚开始学讲话。三四岁才讲话。哦，这个大鸡晚啼呀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大鸡晚啼呀，就跟我大鸡鸡一样。啊，比较晚才会提起来啊。有一些他虽然不会讲，比如说他开了车门，那他可能他坐进来。哎，看到这边有一个小飞象的贴纸，真的有吗？有啊，哎，真的有，我以为你只举例而已。我是看车人，我可能不会多讲，但我心里就会怎样加个分嘛。啊，你后面门一打开，旁边插一只开山刀，不要说开山刀，棒球，看小市长知识哎，我真的估过那个开进来，哎，陶哥啊，我叫我这样啊，够够呀，我还记得先抓，好哦，我看麦啊，好，先脚就啊姐，好，先脚就给我，哦，99年的。一打开，这边一支武士刀，真的假的？你们平常在放雨伞的地方，长的还不是短的哦，长的哦。我一打开看，啊，我是变哪够啊？估低了还是估高了？都痛啊！你懂那种感觉吗？两种痛不一样，但都很痛啊！哦，那个才紧张刺激啊！故事紧张，惊奇香艳刺激，嘿，亲像电影那头情播。故事紧张，惊奇香艳刺激，亲像电影那头情播。报警后，你听落要蹦吃要落。你讲比做，好，那这很刺激啊！我保牙呗。我看到一车卫生纸团，感觉观感不佳。这个我跟你讲，这个东西出现在车上，我是觉得还好。出现在怡萍的房间里面，我跟你讲，妈妈就觉得奇怪。我擤鼻涕嘛，妈妈就觉得奇怪，而且拿起来硬硬的，过敏。去敲还会敲敲敲，规条那石头。要放多少？哎，那边的卫生纸为什么干掉之后，整个像石头一样敲敲敲？怡萍妈如果在你房间看到一张卫生纸团，她会有作何感想？好开心哦，我儿子终于长大了。我观察他好久，我还担心说他是不是。有什么问题？有什么毛病？这个总算打扫的时候看到怡萍房间有卫生纸团，甚感欣慰。哦、殊不知怡萍是看着男生，看着。我买车比较贵，我都觉得我出去买车比较贵，所以后来想想啊，这个让我们公司的采购去，就让他们去做业绩，让我们跑一下啊，练习一下，对不对？要多练习。哦，一开始练习还是慢慢熟悉。早机车，啊，这个啥秀派？哎，不是小朋友啦，啊，去去武器走啊，你好，这是轻的哦，这不是打架重的哦，这是很轻纸板的，你莫看，大家不要以为这是武器，棒棒惩罚你。不，哎，这个拿来当武器其实应该也蛮痛，是怎么痛？会啊，你手来。哦，哎，大力一点会痛哦，这好用哎，哎，隐藏杀机哎，藏于民居之中哎，对啊，警察抓到也奈何不了你哎，对啊，说这个按我女儿的仙女棒，小仙女玩的叫仙女棒，仙女棒，女孩子嘛喜欢玩仙女棒，对，小鲜肉玩什么？鲜肉棒，鲜肉棒啊，就是那个啊，什么嘛，来啊，螃蟹的那一种火锅料的那个，你要解释啊什么？是火锅料的那种，那叫蟹肉棒，蟹肉棒是那个。有一个朋友姓谢，谢老板嘛。哦，谢老板，谢老板的肉棒，不是他的蟹肉的棒啊。派大星里面不是有谢老板？对，他那谢老板他本身就是一只螃蟹。哦，所以他的螃蟹肉的棒做成的棒是蟹肉棒。哦，这样没问题啊。我们这一趴大概讲10分钟还解释不完。啊，反正这看起来就很像小朋友的那个去去武器走。对啊，来来鸡鸡硬这样，硬硬揍你们。哎，这是旅馆，你看。旅馆一晚多少？好的，旅馆，旅馆呢 ？Hotel California。啊！你知道不啦？我知道啊。Solo， 哎呀，点我用火，哎。California。那个学吉他的都一定要学，必学，你知道吗？真的。你不是有在学吉他吗？但我没有学到这首，哎，我只有学到那个，就必学这一首。你橄榄树呢？橄榄树是啥？那不要问我从哪里来。那是橄榄树吗？应该吧。
我的故乡在远方，我的故乡在，我要什么流浪，流浪远方，流浪，这到底什么歌啊？风儿吹了我的船帆，抱歉你陆云和月，满天老鹰飞，飞了一地老鹰毛。这为什么讲呢？不要再弄了，这支真的不错哎，有没听到？有声音哎。我跟你讲，你球棒还太难挥，你知道吗？因为这个比较快，要有一个准备姿势才会痛，太近没办法打。这个可以一直打，这个要一直打，速度快，很快。你金刚腿，金刚腿，铁头功是吗？铁头功，铁头，他才是金刚腿。你铁头功是吗？不是，我是金刚腿，他才是铁头功。哎，这很快哎，很快啊。哎，这支真的好玩，我们这支再玩10分钟，不要再弄了。我那根棒真的好玩，有买到的时候把它留着。好。